这把是盖的。罪恶。哎呀，比他多十点攻击力，直接跟他怼就行了。感觉对面十五了。下路不能出事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这人骂人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么一大波血没吃。我听见了无知的故事。蓝色。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什么打法？这是什么打法？这个人消耗一套吗？赵信，赵信是个疾跑的赵信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来人了！用圣灵剑打击你。可以不要回家了，直接打个海妖出来就行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
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，没了，这没什么状态了，要回一下，把闪现打出来呀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。这不他逼了，这不是老盖伦，这盖伦这波细节不行啊！我是这个盖伦，我就他妈在草里面蹭经验，然后等我回来，马上一技能把这波兵线给清了，我跟你讲，然后我就 K 线，他就赚。小心啊！断线了，我真的断线了。你再断脑子线试一试，来。木已成舟。再断啊！趁黑出动。他妈的，搞上瘾了是吧？盖伦要断线，要买三速鞋的，他这个鞋不对，他买个三速鞋我追不上他，他有三速鞋就可以断，没三速鞋断不了。这边卡牌，好像有飞的兄弟们，但我看他一直不是很想飞我。没错，留了个进化。小心点。盖伦伤害点燃配一技能伤害是很高，但是一般都进不了身。我主要是硬扛他的。哦，很开心，吃了100多。不要去塔杀他。现在进化就留给他卡牌用。他俩中上两路烂兄烂弟啊。不回就死了，真死了。
这就是直播间的小妹子啊，这卡牌也被这个永恩打烂了。永恩打卡牌是完美 combo 是吧？老鼠现在心态不好了，他必须得杀起来了，他不杀这个游戏就没了，所以他现在非常拼。联盟机制制裁我是吧？好的。机制制裁我，我也没办法。有时候我们尽力就好了，尽量自己找点思路。好，100块，给了我100块。我这台车吃完，怎么都得有，都有90多了。我听见了，大师的话心态都一般都可以的，但是这个盖伦心态好，一般能打到大师的话他的心态都还不错。睡觉，休息，兄弟们。